和你一起等破晓。好看吗？嗯，好看。好看。哦。这个我拉不拉，你一只手拉我没办法。哼！哎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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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进入梦乡，我可防着呢。冲击，对。怎么样？晚一点就他一动，他一动我就直接先跑。哇，好厉害！他好像这么高的，哎呀！没有病装病，无病装病。好。所以呢，你跟前这个什么呢？你看笑。为何无病装病？我可忙着呢。天磊哥哥，你可喜欢？哎呀，喜欢，多谢妹妹。这是你的嫂子，叫我陈希薇。这吴俊也本是护身符，有朝一日我与你嫂嫂要是生个大胖小子出来，便将她作为妹妹送她的礼物。我就先替小智说谢。哎呀！因为我还没说话，你突然冲上来了，就好像我真的心里面有鬼。就你不舒服是吗？我的行动路线是，他都说了，他说是一对儿，我看我李玉湖又不是个傻白甜，你们俩在一对儿凭什么？你就落落大方的介绍我不就行了吗？你就是心里有鬼。没有啊，那时候我的少，多谢妹妹。一，上来。少来一个反应。来，准备。他慌了，导演。把合同拿给他，并且赔偿条款给他看看。这几天得撞的你哥。是，除了他还有谁？好，开价。哦，那没事，没事，别打了，没事，听我说，谢谢你。漂亮，不用说，就是我直接从左边穿过去。行，我就给你二点三，用名义替我就一说。OK， 对吧？二三，一，好看。